几年下来都没有明白，没好开口表白，不是更改，是两小无猜，一个故作气派，但另一个置身事外，走也分开会显得见外，朋友一起用手机自拍也多后几拍，他们说那失败叫苦苦等待，破坏也不愿表态，现在这样看来行为太古怪，用一个镜头留下感慨，每次是个意外，伴随我这样好吗，虽然不大，目前还谈不上牵挂，也不要路人家的对话，可以摆弄头发，伴随你这样好吗，别说不大，可以总是重复问话，最近好吗，话题都关于他，无伤风雅，谁爱他，跟我相爱谁都不大。还没明白怎么最自在，怎么样算失态，是不是穿错了鞋带，几年下来都没有明白，没好开口表白，不是更改，是两小无猜，一个故作气派，肯定一个置身事外，走也分开会显得见外，朋友一起用